上想，哎呦，六现在进到唐吉诃德啊，在第一天看到什么排队五小时，还是什么结账五小时，真的是吓坏了一票人。不过他们现在呢，确实有因为疫情管制的关系呢，我刚听到广播说是限定在里面是350人，会有人出去再放人进来啦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不能去日本，所以都跑来唐吉诃德啦？但是说实在，一六去日本玩过这么多次啊，我觉得唐吉诃德呢，虽然它标榜是吉安殿堂啊，但其实它最方便、最方便的地方是在24小时啊，各位。24小时呢，当药妆店七八点打烊了，你明天要回台湾了，东西没买完怎么办？来唐吉诃德啦，是不是？唐吉诃德来到台湾，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还是没有免税，所以会比较贵。不过呢，网络上呢有很多人在探讨关于唐吉诃德还有小美百货的比较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24小时，还有很好买。但既然唐吉诃德来到台湾了，大家最在意应该是它有什么限定商品吧？还有不知道大家来到唐吉诃德都会买什么啦？像六自己来的，我现在进来的第一区就是它的化妆品区，就看到它的限定。除了彩妆品以外呢，我最喜欢逛的就是玩具了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商品。像在日本的唐吉诃德呢，其实他们还有那种 cosplay 派对的，算 cos 服吗？就很便宜的那种低成本 cosplay， 可是。好像不太对，对不对？跟我在日本看的好像不太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空间有限，所以买的商品比较少一点啦。再来呢，我个人最爱买的当然就是泡面、零食啊，还有酱料区。那有一些东西呢，像各位很在意的那种 EVE 药品之类的啊，因为有药品管制的关系，听说台湾是没有卖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逛完，不太清楚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很多 YouTuber 的影片，知道这边有卖什么啦。那接着呢，希望六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我要去问其他进来的客人们，大家到底大排长龙进来是想要买什么呢？你想买什么呢？ Go go！像我现在呢，就看到一款，我上一次还是找代购买的，这里就有卖啊，就是在做大阪烧用的粉。这边刚好年轻人我们来问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找到第一位愿意回答我们问题的。对，刚才是找很多不愿意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啦，我们刚刚被打枪了一次。就是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排队来逛唐吉诃德是想要买什么呢？还是你只是来晃晃？我是想要买酒。酒本来我朋友他第一天就要来，我就一直骂他，我就说你笑，你等到热潮过了再来就好了啊。结果我今天看到说，这里面有卖台湾可能其他地方没有的酒，就决定要来。就是台湾没有的酒这样。对，因为你朋友好像对唐吉诃德很熟。因为我们都去过日本旅游很多次，所以本来就是像他是想要买日本的零食，然后我本来就觉得说不一定要抢现在。刚刚没拍摄的时候好像听说其实是日本人嘛。混血儿啦，混血儿。想说他对这边的商品很了解耶，都还蛮了解。知道这边有什么？他会直接回答说台湾限定吗？不是台湾限定，就是好。就是这个是日货，我都只有买日货的东西，像这样，这些都是日货的东西。就因为香港其实也有唐吉诃德，那唐吉诃德其实亚洲区都有很多间这样。那其实我特地是来买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是日货，纯日货。对，因为这个跟日本，因为我在日本唐吉诃德买到大概是4990的日币，差不多。那因为台币是1200，其实算起来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，真的是我要笔记起来，我要买这个。还有这个啦，这个大概也差不多，如果换算台币在150上下。你朋友很会耶，快，他好像139块。那你还有什么推荐商品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妈自己爱喝咖啡啊，但是这不是这买一送一，对，这买一送一，对，因为这是台湾货。对，然后又在看这一个，对，我还有推荐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只有日本才有，因为台湾的 Sukiyaki 的那个酱油都很贵到很怪，那我就买一个日本的 Sukiyaki 的酱油，寿喜烧的酱油。因为我在家里会自己煮的。哇，好棒哦！这个我觉得我得到很棒的情报，谢谢你。不会不会，这真的超好吃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又抓到了，没有抓到了。我现在又访问到了两位客人啊，来问一下这两位同学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会想要来逛唐吉诃德？没有，就是他刚开幕完，然后跟同学一起来逛这样。所以只是单纯抢先来逛，没有说特别想要来买什么。没有啊，就是听说好像便宜，所以就来逛。有听说比较便宜，那你刚刚这样逛完，你觉得？还好，就是、好像跟日本的本地差一点点。
哦，不可能跟日本一样的价格吧？因为还有运费，就是运费跟税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没有说一定想要买什么东西才来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新开路朝圣一下，朝圣。因为我刚刚有问到一组客人，他们是有想要买的东西，对。所以我好奇说，哦，你们是不是也有什么一定要买的东西这样？因为零食啊，因为在那边逛，但我是零食啊，才买了这个还没逛完。哦，我太早问了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新闻就有讲说，台湾的唐吉诃德是主打生鲜超市，像六区新宿的唐吉诃德，他们就没有这种生鲜超市可以逛的哦。所以我现在来到二楼呢，我坐到另外一位同学喽，看看同学的篮子里面放了什么吗？同学你是认真，就是因为听说他们有生鲜超市，所以来买肉的吗？就听说他们有和牛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来逛一下。哦，所以你买的都是和牛？对。哇。然后回家吃这样。请问是 跟同学一起吃，还是跟妈妈一起吃？跟家人一起吃。他在看你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我刚才想说，同学还说，他买肉，我什么都没买。所以你除了肉以外，你还有特别就是一定想来买的东西吗？可能会买他的寿司吃看看吧。哦，寿司。因为我有看到新闻说他有做寿司。哦，所以是好奇的角度。对对，尝鲜看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又遇到了下面两位客人啊，要问一下喽。请问你们两位呢，是想说来逛逛，还是说有想买的东西才来呢？有想买的东西。哦，想买的东西，那你是想要买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害羞？他比较特别。这个龙装合体，所以你本身喜欢拼模型，或者是本身喜欢特色的？哦，这特色剧，对对对，你看，这个不是一般的模型哦，各位。哦，这你是特色迷耶，那你就是陪他来逛。没有，还是你有想买的东西？我想买，可是我刚刚没看到想买，就是它有个小香肠，是那个钢圈两边绑住的那一种。哦，那种鱼肉香肠，对对对对对，對對對台湾好像它没有引进来。便利商店有卖。便利商店有卖。但是牌子可能不一样。哦。对，所以你真的就是为了这个，那你还有为了别的商品？他就为了它。太棒了，给你个掌声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找到下一位啦。我看他的篮子也是满满的。请问你是想来逛逛的，还是你有想买的东西才来的？主要目的就是来逛逛。对对，当然也有看到一些就是比较网络有上的其他影片，是不错一些。哦，你说其他人推荐的商品？对对对对。比如说什么呢？其他人说就这个午后红茶还蛮便宜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平常一罐定价好像是39。对，这边只要33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。对，然后这个苹果也是很大颗，一颗59，还蛮便宜的，这样。哦，就是进口那个日本的苹果，超大颗的耶。然后现在就是看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，就买了这样子。对，好哦，谢谢。Okay, 好，谢谢。OK， 我们今天又找到两位啦，来问问这两位同学，请问你们是单纯的想来逛逛，还是你们有想买的东西才来的呢？想逛，那你们逛完之后，你看到什么特别推荐的商品？就一个食物的，这个我喜欢。哦，你喜欢这个是不是？这是酸奇饼干，然后很多种口味。早餐麦片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位买的东西跟我们刚前面遇到客人完全不一样。有来买和牛的，买寿司的，钱不够。啊，所以你们没有特别查过说就是有什么限定商品，就是单纯来逛逛。是。哦，但单纯来逛逛也是。好的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的，我家默默呢访问了几组客人之后呢，发现其实也蛮多人也是单纯想来逛逛，感觉前面你看他们想说买来买和牛，我觉得那也不错。他那个苹果也蛮厉害的，他这个干贝糖、大扇贝、凡利贝，我觉得看起来也很不错，只是单价高了点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我们刚刚这样问下来，好像都没有问到重复的商品，因为他们这边从吃的、用的，然后到生鲜水果各种，感觉很难问到重复的商品。但我也是蛮好奇，不知道唐吉诃德的销量top three是什么？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问问看唐吉诃德。
以上就是今天唐吉诃德的影片啦、哦。不知道大家来唐吉诃德会想要买什么，欢迎留言告诉六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